龙胆蓝的另外一台 Macan 啊，也是我们的一个新款，非常好看的一个龙胆蓝的一个车身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侧身这个溜线的这个掀背设计啊，波尔多红的一个内饰，非常非常的好看啊。像波尔多红的内饰的话，在选配里面也是比较多，单独去选这些的话，价格肯定要比这个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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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。对，这款非常的帅气啊，龙胆蓝的一个车身，波尔多红的内饰，都是现车啊，来了就可以提的。哎呦，来，那么这台 Macan 就给大家过掉了哦。刚刚你们还想看什么？你们还想看什么车？咱们店里面还有咱们的一个帕拉梅拉的一个行政的 4S， 还有谢谢我们西伯利亚狼的小星星啊、哦！大家都点点关注，赞赞不要停啊！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中间评论不要断啊！来，咱们这里还有一个我们火山灰的帕拉梅拉的行政加长的 4S， 以及一个沙石金绿的普通版本的行政加长帕拉梅拉，还有一个我们官方认证二手车标轴的白色红白外红内的帕拉梅拉，以及我们的两台718官方认证二手车，一台911 GT3RS， 还有我们的 Macan Macan S， 还有卡宴 S 卡宴酷配版本，应有尽有啊！你们想看什么打在公屏啊！来，欢迎辉哥，欢迎新加的宝宝来。谢谢点赞啊！来，对大家把笑笑的赞扣一扣啊，看看能不能扣到，先定个小目标，扣到12000的赞，好不好？辛苦你们了，你的腿站得住脚吗？为什么站不住脚呀？它细，但它也有劲儿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欢迎新进来的宝宝啊，下次希望穿正装啊，好的。